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呢老师要教你们笔顺秒红，请你们拿出来，然后打开第二十七页，打开第二十七页，打开了吗？如果打开了之后，请你们准备铅笔。好，我们就开始读。第一个字是什么呀？横折提，横折提。来，我们开始写。横折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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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横折提。来，我们继续。下一个是什么呀？横折折折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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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横折折折钩。来，我们继续，下一个的字是什么呀？竖折撇，竖折撇。来，我们开始写。竖折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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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竖折撇。来，我们继续。这个是什么字呀？横折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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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横折弯。好，其他的呢，记得在家要写哦。